章鱼安，我们家章鱼安现在好会做哦，已经做了5分钟了，都没有倒掉哦。现在5个月又多一点点，快6个月了吗？5个月有17天呐、啊。阿妈说不要照他，结果阿妈根本就是爱我照他，硬说哇，你的脸好圆哦，真的要减肥了你。嗨，张宇安，爸爸回来啦！你看他好奇的嘞，张仲伟要在看 iPad 了。他进来5分钟都还没打。那是因为他后面有垫着吧？没有啊，他也没有往左打，也没有往右打啊。嗨，张宇安。高安，他已经坐10分钟了。真的？还没打。这么厉害啊！看他爸爸回来会不会，会不会先看他？对呀、啊。好，就是你看他坐了这么久都还没打。真的，这样好像一个男生。